你听见了吗？有没有任何声音曾让你感觉到幸福，感到平静？感到光荣，感到我们并不孤独。你听见了吗？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，选择想要的声音，或者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。当吵杂成为一种乡愁，当这些声音凝聚你我每一个人，我们相信只要坚定就能清晰。在巨响来临前，我们一定会先见到灿烂的光芒。